大家好，我是杨洋。小时候呢，在家里的书桌上总会放着一瓶墨水，陪伴着我的童年。正是因为那瓶墨水散发出来的淡淡墨香味，使我长大后再见到墨，就会想到童年时的墨香，那是来自记忆深处的熟悉感。今天我守护的非遗记忆就是徽墨制作技艺。好的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揭晓今天的非遗换新品玉。